日，谢楠在微博上发长文纪念刚刚去世的外婆，但却有媒体利用吴京的黑白照和暗示性的标题获取流量，制造假新闻，吸引大众注意，引来网友不满与热议。8月13日晚，吴京通过微博晒帅照，并配文“健在”二字，疑似回应黑白照事件。照片中，吴京身穿黑色 T 恤衫，双手抱在胸前，十分的帅气俊朗。此微博曝光后，惹得一众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京哥还是大气，面对污蔑造谣一笑而过，依旧帅到起飞。京哥威武霸气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